翻一队，开心马飞腾追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四场赛事，五班一千短途大热，暂时显示是11，准备。王杰举，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咁啊见到中间位置欢乐好友啦，走埋上去咧就转色翱翔啊，外边仲有两只啊，万事友最出嗰只开心马，第五位创福威埋到嚟，跟住内栏第六咧仲有怪兽豪侠嘅橙衫嘅，中档位置线路光明啊，后边嘅马飞腾追抢唔到，内栏尾三系全起心啊，出边绿色衫尾二咧就几利大师，暂时大舵后吉吉利高嚟噶，咁啊仲有一只咧就蒲侠超德啊，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转色翱翔就放头，万事。有第二位，外边第三开心马，内栏第四欢乐好友，中档第五浅蓝帽嘅创福威，内栏第六橙衫咧，仲有怪兽豪侠啊，攞出去外边追嘅马，仲有线路光明啊。好啦，最后200多米啦，前面转色翱翔仲有少少嘅优势，但系埋栏位置欢乐好友上紧嚟，出边位置追仲有创福威，中间仲有万事友，最后100米外边创福威已经系脱颖而出，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嘅马，埋边欢乐好友，出边线路光明相当近啊。至于第四名。临门有啲力弱，万事友系咪机会大过只开心马呢？结果今场赛事，咁啊呢只创福威最紧要就头段抢位，可以埋到嚟个二搭第五，结果咧就掟甩嚟赢啊！第二名嘅马埋边欢乐好友，定系出边线路光明呢？好近啊！第四名万事友同埋开心马亦都接近。呢场冇报文开潘顿啦，咁啊九号马话创福威，咁啊最后咧就4.5倍嘅回啲飞啊胜出嘅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咁啊8号啦，咁啊欢乐好友蔡明少啊，咁啊外边咧仲有只10号嘅战路光明周俊乐，咁啊第三啦，第四名咧睇下咪嗰只万事友影相啊。系超星。创福威啊，潘顿就揀翻佢今次。第四场的预计派彩都有啦，去睇睇先啦。第一名啊系9号嘅创福威啊，独赢派45元，位置派17.5。第二名系8号啊欢乐好友，位置派41元。第三名10号线路光明，位置派54元。第四名系3号万事友，连赢8搭9派386.5。位置 Q 8搭9派136.5，9搭10派125.5，8搭10派377元。时间就57秒16嘅，同标准时间都接近。睇低个二重彩啊，9号、8号顺序派616元，单贴8号、9号、10号派1286元。三重彩啦，9号、8号、10号顺序派5464元。阿潘顿赢马啦。接得都幾好啊！早段好快已經咧就二搭第五位，三隻馬喺前面放佢，啱啱攝埋佢啊，就拍住怪獸豪俠喺嗰個位。怪獸豪俠臨尾啲票數啊，相當之勁啊，得翻27元啫。不過都係短啲啊，1000。佢臨尾啊冇位啦嚇 ，check 咗啦。嗯，早段你見佢大力鏟咧，佢都唔跟得都幾辛苦，唔夠快。相反，落班嗰啲又真係。都幾快嘅咧，轉色翱翔。上次冇嘢睇，今次快翻，不過都係最後都係失望啲。
第四都是用天鹏的马话，三四都是万事优。飞腾追又一比较快的嘛，起步啊，虽然加翻啲眼罩都冇用。二号啊，前快啫，今次可能唔同上季啊，上季放刀啊，布文冇马跑呢场咁啊，潘顿显系公教啊。系啊，话晒佢今日 full book 噶嘛。巡逻影片睇翻啦，睇下头先阿 Michael 讲嗰只怪兽豪侠啊，其实都好落力噶啦，见阿巴杜啊，一档二档咧，两位骑士都大力骑噶啦。咁但系你睇下人哋嗰啲跑棍一千嗰啲钻石翱翔啊、万事油啊、开心马嗰啲咧，揿住都快过你。咁啊，结果咧冚下有一浸，冚下有一浸啦。潘顿都上咗嚟噶啦，创福位都摄得靓啦。只要只马咧交翻应有水准赢咧，系合理嘅。跟住就线路光明都冲得唔错啦，虽然集前咧搞嗰个绑利打有啲猛嘅。跟住就几利大师啦，飞腾出去尾三嘅，内栏嘅全理心都唔知有冇追啊，睇下先啊。包尾嗰两只就落后得远啦，吉吉利高、蒲合超德咧，睇嚟有啲事喎。系啊，不过临尾落好多飞嗰只蒲合超德绿灯嘅，不过系远包尾。都系前面嘛，出边。但前面几只其实翻嚟咧系只钻石翱翔失望啲啊，万事有啊，就算嗰只开心马都唔系算好远嘅。都唔远哦。系啊，咁睇下有冇追咧？全理心。嗯，冇啊，冇啊，麻麻地。阿塔先啦，都话系怪兽就塞咗啦。哇，嗰只蒲合超德又杀翻上嚟喎，涌翻啲噶，应该冇事、啊。咁啊，第四场都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八搭九派136.5，九搭十派125.5，八搭十派377元。二重彩九号、八号上序派616元。四连环三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派2908元。四重彩九号、八号、十号、三号上序派49254元。马步派彩头关五号、尾关九号正奖派170元，头关五号、尾关八号按位奖派88.5。第二号 Marty 派彩啦，头关三号、五号、七号，尾关八号、九号、十号，派11075元。第四场分段时间，头段12秒49，第二段21秒51，末段23秒16，赛事完成时间57秒16。